现实主义勇者的王国在剑记第十二话插入曲式听片等公开，根据轻小说作家文创作的同名轻小说改编，由 J.C.F 制作的电视动画《现实主义勇者的王国》在剑记于近期公开了第十二话插入曲的试听片段，该曲由知名声优上田丽奈演唱，第一卷 BD 将于10月13日发售。